美家人们，大家早上好。爱多美公益路跑是2017年开始的，第一年参与的人不到1000个人，过了3年的现在，报名人数4210名，捐款2,526,000块的，能帮助16个学校的学生们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希望大家带着爱心开始新的一年，就是开心了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！